씨. 妈，我来。你是不是真的？我靠，现在火灾警报哟！你是来救我？放心啦，那拢是假的。我今妈妈想带你离开家，来去安全的所在。你感到心如何如何？我知。妈，你都清醒了，莫去感到无我弟好。刚才刚好，莫去风吹掉。你想办法行啦。好，慢点。安娜，有啥物问题啊？敢有人约过来？妈，放心啦，有人去注意着咱，可能是假火警警报的关系，江东新一定人也无去注意着啦。啊，是阮瑞安上巧啦，会用这个方式叫妈妈出来。妈，疼我的手呢。啊，你是我的乖囝呢。你安尼费心情书吼，甲妈妈握工头绳呀吼，甲我叫离开，我当然来牵你的手表示感谢，这哪有啥物通我奇怪的啦？妈对我的态度转好真多，可能是因为我真正有教育所救伊出来原因吧。妈，我好你手在哪里？哦，啊、可能无说你落去啊啦，哎呦，一条手在那里也无啥啦。有你在妈妈的身躯边保护我，我的平安啊！你，你都够啊！行啦。所以妈，你的意思是？哟，我跟你讲啦，那手链啊真正无啥啦，那是要哪跟你比啦？紧来走啦，哈！我想，你也是紧来想办法，带我离开这，因为干哪呢？你才袂一直去受到江头先跟你威胁。我咪通等你在伊个身躯边，替你向你丈人爸解释，讲你当用迄喇叭叶，迄嘛是高不离枪的。妈，唔是我无想要带你离开这，江道生伊用邪术来控制你，都亲像下有我。若讲到这点，我真正无法度实现做帝王，因为我真正无希望伊有任何机会会当伤害你。我安尼啦，咱就用你送我的这个手链来做记号。我答应你，无论发生任何的代志，我拢袂让这个手链离开我。安尼哦，你是无想要从妈妈离开哦？哦，我当然希望妈会当赶紧回去爸的身躯边啊。啊，只是我还袂听到。妈甲我讲原谅我的话，我心里感觉足伤心嘛，感觉足艰苦的啊。你竟然在戆囡仔呢？什么时阵啊？你计较这？我早唔早就原谅你啊？哎，可能一时疏忽啦。啊哦，兼讲迄两字原谅安尼尔，你安尼哦，叫妈妈出来，妈妈要哪有可能安尼无接受你这个后生啦？行啦。不是妈，咱无先讨好，你要安怎替我开脱迄六百亿的代志啊？啊，毕竟我是受到江东新的威胁，我才以为安尼做诶，把所有钱都转给伊咧。你讲啥？六百亿？妈，你唔通甲我讲你拢放袂记咧？昨暗我拢甲你解释啊清清楚楚啊，而且我嘛无你妈岔头。啊！哎呦，你看啦，你看啦，妈妈哦，啊，都精神啦，哎，读家真正安尼哦，也乌沙沙，我打拢记袂掉。妈妈自己收回来，你莫怪我呢哈。干嘛呢？这是咱两个人讲好约束呢，哪有可能遐尼紧就放袂记啊？敢讲，你不是我的妈妈，你是假的。怎么哪有可能啦？你莫后边乱讲啦！啊，不来了，你望，你看。这就是你上思念妈妈的手啊！你不要气啊啦！你是假，你又想妈妈？江老先，你别迷啊！我知你即摆在附近偷偷干新闻，你的诡计让我看破手啊！赶紧出来解释清楚！袂歹嘛，
这几天的时间，你跟老父你的默契就培养到这么好啊，都是我大意的。好啊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现在已经走啊。哎，别忘记哦，你那底下符啊吼，啊给烧掉，一切哦就会当恢复原状啊。江大师，你辛苦的呢，你敢骗我？我骂人呢。刘立安，你个好意思大声亮哦！我就知影你不是真心要听我的话，跟我合作。加在啊，我有看报啊，啊若无我就失去一张会当控制你的王牌啊！我骂人呢，你个衰蛋，我要找伊！你敢卡着我？你就莫想要搁看到你妈妈。唔是，你再试看卖。我想要见我妈，我至少我知影伊平安无代志。让我即马随到回去，把你的计划全部讲给大家知影。你看，你唔通袂记呢？你妈妈搁在我的手头，你若想要知影伊的下落，你就跟我来。我顺续有一挂代志要跟你讲清楚。江道新，我不准你伤害我妈妈。卖亮啊啦！你愈亮啊，愈表示老虎皮对你的重要性。人咧讲啊，拍蛇拍七寸，表示讲老虎皮就是你的七寸。我若甲控制有条，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啊！阿贵，你阿贵，你别开车哦！啊，这对，就是这个天波，我呢吼进一步，伊就退一步，我搁进一步，伊就退一步，啊，这就是双人探戈的跳法，咱两个唔通互相去打着脚呢，到底要安怎做？你想进步吗？真简单啊，家里哦。签这张书文啦，啊！予天上佮地下的神明知影讲，你愿意用你的魂魄交我来换你妈妈的平安。你爱我就独抓，佮神明做交易。这叫做白抓无理呀！既然你唔相信我，那呢？就把你的命运交予神明啦，我若做袂到，哦，这就严重了。你若违背家己誓言，就算讲你想要自我了断，你嘛会痛苦折磨到死，死了永远不得轮回转世，投胎做人。你真卑鄙呢！你饲我十几年，拢是为着吃呀！我是在替老虎命啊！尽出一线心力呢，我倒啦！你反背我这么济届，我敢来当替家己买一个保险啦？要签唔签，留在你。袂记吼，动手印啦。安尼烧花雕的时阵吼，才有效力啦。来，吃。安尼赢阿妹，我买人去帮你对，干嘛要跟我讲啊？别惊啦，
我甲老虎米哦，留咧身躯边嘛，算讲是野鸡咧。我靠袂得哦，你赶紧啊，甲带转去。啊，不过靠耐心的啦。这珍惜哦，总是爱早煞嘛。等吼，咱合约正式签好了后，哎，嘛算讲我对这个代志真慎重啊。你是从啥？听话就对啦。来，你到底是比谁棒啊？对哦，我做坏事啦。你爱啉几水啊？这客哦，现在当算讲是完成啦。啊，到时阵哦，我会把老虎米的主旨哦，予你，你会当去找伊。看到时阵，你是要甲送转去老家，还是要送去倒位疗养？你家己来拍算啦，我袂去插手的。啊，你安尼就会放啦？敢真正哩简单？袂歹哦，果然是我的客囝，知影说你无是本啦，无唔对啦，我是有另外阁替你妈妈买一个保险，迄就是江开阳因新研发的毒针，我拄好用在你妈妈身上来做实验。真正上阴谋的你，你是搞 BP 的，我妈加油啊，听话。你想要较尊重我，因为我若死哦，恁妈妈嘛会无命。自即摆开始，伊逐天敢来当为我遮摕落解药，啊若无，伊是无法度活过命。迄解药，我嘛敢来通交予你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即摆三个人，拢白死死啊！只要有一人死，另外两个人就无得活。你安尼做什么用意啊？啊？当然是惊你反背我，你出卖我这么济届，安了解吼？你惊我出卖你？我惊你骗我嘞！哎，你敢够有其他选择？客户吼是最想要修补咱之间的信任度，只要你肯相信我，愿意好啊，跟我配合，跟我合作，安尼哦，唔但当救恁亲爱的妈妈一命，阁会当帮助客户走为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反正啊，到时阵你若够乖，客户予你一个机会，对我加献心田，对来讲。是一箭二顾呢，来，必须是照片照镜，搞我妈即卖话题套了我。